这个是我们的香港，不同界别的人士都希望我们的未来会更进步。201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会在12月11号进行投票，投票时请用票站提供的笔填满所选择候选人姓名左边的椭圆圈，选择不可以多过席位的数目，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，再按箭嘴方向放入票箱。200多万已登记的投票人请踊跃投票，查询电话 2891-1001。